提到就是最后了，反正就是按成绩就合格不合格，成绩多重就 A B C D，清除就把刚刚的范围清掉。不过你会发现哦，这个清除哦，它好像会有一点那个，除非电脑太快了。不过如果你在范围更大的话，它会越来越慢，越来越慢。那实际上为什么会越来越慢呢？因为清除我们写的时候是 for i 等于2到7。哦，然后呢，它是一个储存格一个储存格的清除，所以理论上哦，如果以后要清除的话，我就建议你可以把它改写成范围的清除。那范围的清除哈，要怎么修改哈？其实第一个，你可以把这三行哈注解起来。那怎么注解哈？哎，其实各位要发现，注解意思就是把这三行前面加个单引号。可是如果说你要手动自己慢慢加单引号的话，很花时间，因为我不想要把它删掉，我想要留下来当成注解，以后可能还会用到哈。那你可以怎么样把它加注啊？注解特别重要，上方有按右键，工具列上面有个编辑工具列，有没有？如果本来没有嘛，按右键编辑。好，那这边会有一个什么呢？使程式变成注解的按钮。其实你把一，你先把这三行选起来。二的话呢，你可以选择使程式变成注解啊。如果要还原的话，就是按一下，它就还原了。哎，使程式变注解，变还原。好，啊，我先把它注解掉。第二的话，如果说你要用范围的方式清除啊，你就 Enter 哈，我写这个用 Range。那特别注意哦，如果用范围清除，效率会增加很多。那可是问题，范围的叙述该怎么啊？有吗？有找到吗？就是在工具列上按右键，然后有个编辑，点一下，按右键哦，右键，啊，编辑列上按右键，有吗？应该有吧，好，那个工具列上右键有个编辑，按一把那个编辑那个打勾就可以了，没有，那就是 range 哦，那你要告诉他哪个范围？哎，range。H2 到 H7，所以特别是哦，你就用 range 的话，你可以用什么？用那个 H2 冒号 H7 后双引号，然后括弧，点下去之后的话呢，告诉他说清除哦，OK，清除的话记得是叫 CL，clear contents 啊，其实你打一个 CL 哈，下面用选的，清除内容其实就按 delete 啦。那底下当然有 clear 啊，不过 clear 特别重要，clear 是清除全部哦。如果你的格式里面有框线，然后连框线啊、格式全部清光了，那这样的话可能会造成问题。所以清除内容就 clear contents，OK，不要选错了哦。好，啊，再来的话呢，我们就完成。啊，这样的清除有什么好处呢？第一个，它的效率比较快，OK，比较不会有残影啊。不过因为现在感觉不出来，因为现在没几个格子了哈。啊，第二个的话呢，基本上呢，就是这个程式也当然相对也比较简短哈，有没有？你会发现程式就只有一行，好，所以你用 range 来叙述哈，以后可以取代蛮多的，所以以后效率要高一点哈。可能你要思考，如果可以用 range 的，那你就尽量用 range，好，不要用那个 sales，因为 sales 变成一个储存格一个储存格慢慢用。啊，如果你的那个工作表范围非常大的话，那你不是要慢慢跑很久哈、哦？好，这个是顺便补充一下哈、哦。OK，第二个的话呢哈、哦，我们如果希望多增加两个自定函数，插入函数的时候呢，在使用者定义里面要帮我出现两个函数，第一个函数是乘积函数，它会跟我要一个平均乘积。那我就给一个平均乘积，它就告诉我什么合格不合格？哎，有没有向下填满？好，第一个就是乘积函数，第二个的话呢就是什么乘积多重函数？哎，有没有？然后给它一样给平均乘积，它的结果会是 A B C D，向下填满。OK，哎，那所以你会发现啊，如果你会乘积多重函数啊，刚刚那个 if 两个三个都不用了。直接就一个函数就搞定了，OK。所以其实如果你会自定函数啦，很多事情可以简化，OK。好，那可是问题，你要怎么样自定函数呢？第一个哦，应该还记得吧？
我们一先做乘积函数，所以呢一插入一个什么呢，程序名称叫做什么呢，乘积函数，所以这边的话我就插入一个程序，名称叫乘积函数，那记得要选 function、哦、不能选 sub、哦、sub 的话呢它没办法、哦、没办法执行哦。OK 没问题吧、哦、那按个确定，确定之后的话呢，那我们就会假设这个我已经做了、哦、接下来的话跟使用者要资料，你哥哥我 平均乘积，我才有办法帮你做处理啊。所以呢它会透过刮弧呢跳出一个视窗，那使用者就给你一个平均乘积，也顺便会存在哪里，存在平均乘积的这个引数里面。 OK、哦、那再来的话呢，我们得到这个平均乘积之后、哦、可以做什么呢，按个 Tab 键，特别是、啊、你慢慢打程式的话、哦、如果有缩排有没有，记得要缩排一下了、哦、不然我现在 有时候啊，其实你会看不出来，像 if 没有打 end if 就容易出错、哦、所以记得按 Tab if 什么呢，所以你特别注意哦，它的关系是它给你平均乘积，所以你去判断它 if 假如平均乘积，所以把平均乘积先复制到 if 的后面空一格、哦、如果平均乘积大于 60、大于等于60的话，那表示呢 OK then、哦、一样打一个 then、哦、有 if 就有 enter 两下，打 else 先打完 enter 两下，打一个 end if 好啊，做什么呢，如果它大于等于60的话，那我要做什么，我要把那个合格丢给谁呢，特别是要丢给自己哦，所以哦自己呢把它放在前面，平均乘积等于什么呢，合格两个字， OK， 所以这边的话呢把合格输入、啊、所以这边的话呢我就把合格输入、哦、合格，反之的话呢就是不合格，所以反之就把平均乘积再复制一个，这边打一个不合格， OK， 好，那因为呢我将来呢插入函数的时候、哦、它的游标会放在那个 H2， 所以我试一下给各位看哦，这个做完之后、哦、游标放这边，插入函数之后的话，乘积函数跳出来、给我一个平均乘积，输入它给它嘛、哦、它会返还合格不合格结果，丢到这个储存格里面，再把它向下填满、这个没办法向下拉， OK 就完成了、特别注意、这个是制定函数合格不合格部分，那当然一样可以改成什么多重、所以、如果你这个做完之后一样呢可以把什么呢合格不合格，当然我已经改完了，把它这个删掉好了，其实再改一次，一改法跟刚刚差不多，把乘积函数呢复制一下，乘积多重，打一个多重，哇，其实改法跟刚刚差不多了齁、哦、过来的东西，不过、哦、特别注意哦，如果这边改了一个乘积多重函数齁、哦，请记得哦，你这边一定要再多补两个字哦，多重有没有，这边下面这个哦，因为你要丢一定要跟上面名称一模一样，你不能又丢给乘积函数哦，如果丢给乘积函数那它就漏接了哦，那改法跟刚刚差不多，如果它大于等于80的话，那我就是什么呢 A 好、不是合格，那一样把这两行怎么样复制一下 Ctrl C，然后呢把它贴到底下 back 到前面了，贴上多增加一个 else、哦、所以这边打一个 else if， 然后这边改成 70， 这边改成 b， 然后这边再复制一下 enter 一下，再到前面再把它改成60、哦、如果60的时候它就是 C， OK， 剩下来的话就是 D， OK， 改完了、应该知道我在做什么，只是说我发现大家对制定函数、可能还不是那么熟悉啦，
所以我建议啦，回去哈、哦，你工作里面如果有那种很复杂的公式啊、哦，你也试着看看自己把它改成自定函数看看，哦，反正不就是 sub， 不就是 function 两者哈、哦。所以这部分做完之后的话呢，一样哈、哦，我们就直接清除一下，然后插入一个多重函数，给它一个平均乘积，它给我什么呢 ？A 哦，按确定。向下填满，放开，结果如果跟左边是一样，那恭喜你应该是没错了、哦、所以这部分的话，请各位还是多打那个程式啦。回去的话、哦、还是一样，尽量有时间、哦、这个反正打熟了以后，大概就类似像这样子。以后我们用来用去、哦、写的 VBA 程式里面几乎都会有 if， 也会有逻辑判断、哦啊。如果自定函数的话，其实大概写来写去都是这样子。就是一个互动嘛，跟使用者要什么，他给你什么，然后呢，你处理完之后，再把结果正确的结果丢到那个函数本身，那函数呢又会丢回到那个储存格里面。OK 哈、哦，所以这个我想请各位哈、哦、多把59页哈、哦、里面的这个部分呢再试试看啊、哦。那后面当然的话，我们还会补充什么呢？比如说换颜色啦，字的颜色啦，字的底色啦，哈。不过这个我想，只能够用 sub 啊，不能用 function 哦。格式 sub 可以改变格式，但是 function 哈、哦、不能改变格式哦，这一点可能要特别注意一下哈、哦。那其他还有框线哈、哦。那后面呢，再来就是表单了，表单哦可以跳出一些东西哈、哦，做。输入把 Excel 当资料库来使用。